长滩岛直击，陈婷妮长滩岛逼奶放浪，自认不如胡宇威鸡排。不行哦，你的手是摆在陈婷妮哪里呀？他们俩为了偶像剧《真爱趁现在》飞到菲律宾长滩岛拍摄闪婚戏，当然不会忘记下海好好玩一番喽。而且海边还玩不够，他们回到饭店游泳池还续团。胡宇威，你怎么又让陈婷妮啊的？太高兴了，你好用。只是32B 的陈婷妮好不容易穿上比基尼，哈，还要套件罩衫哦，看起来很热呢。我真的有点害羞哎。你跑过来我才害羞哎。你害羞什么？还好哎，害羞什么？害羞什么？你都已经米大的时候不是也很奇怪吗？是的，可是现在就是之前有人找我们说要做内衣代言的事情，但是我接到那通电话，我就先大笑了三声，我说哈哈哈。是那个青少年的吗？那你会想要去那个吗？加工？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所以这一部戏露身材的就是他负责。对啊，上一部也是啊。我觉得男生的身材都比我好，就交给你们咯。那你觉得你左手边这个男生他可以接内裤的广告吗？我知道我没有细看过。听过了新闻，人家是说身材辣之长滩岛直击报道。